赌王何鸿燊5月26日与世长辞，何家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令，二房女儿何超仪大约在夜晚8:40同老公陈子聪一同离开。离开的时候，她和传媒展示爸爸英气地着上军服的纪念册。超仪透露内页有家人挑选的相，主要是家姐拣的，而她就写了一些说话给爸爸放在入面。何超仪又说灵堂的气氛伤感，至于今日做了什么仪式，超仪就说不能够跟大家讲了。